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素植物萃取能量蜡烛的这个赵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赵明你好。你好。你比较喜欢我这样的赵明对不对？其实真的能够把这个植物萃取能量蜡烛做到很多人在这个当中有感受，然后持续的来跟你点这个30天啊，或者是说他想要让别人他爱的人有体验，所以他就跟你买这个小包的，然后4颗200元，然后一旦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因缘结下去，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舒缓的感受，其实人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对不对？是你跟蜡烛有这样的因缘，你一定想不到吧？哦，我真的想都想不到，这是以前都想不到的事情。是真的，有时候因缘成熟，它就是这么的神奇。是，对，当初就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背景，你其实是这个藏传的，你是西藏人啊、后代，后代，OK， 对，爸爸那边 ，OK，、那就是是噶举派的，对，是啊，我是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的 ，OK， 对，然后我的老师是17世大宝法王悟净清烈多杰，是，对，之前呢、曾经就是他的一个中心有在那边负责一阵子，是，那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不断的疗养我们自己，这个旅程就走上了。是，就是因为在休养的时候非常无聊，那所以我就想说，我来研究一下佛教的点灯好了。Okay. 对，那就是，你继续说。就是我点，因为很无聊，所以我来研究，那怎么样可以说让点灯有现在就可以改善得了，但是又有以后长久的利益。OK OK， 对，其实佛教来讲就是供养啊、点灯啊，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可是对你而言啊，就是真的你很希望，就是啊，他们来，然后看到他们那种祈求的心，好希望就是自己身为这个佛菩萨的弟子啊，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心愿再加一点，然后希望就是他们可以马上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需要这个钱。然后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哇，那个要熬很久。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给予自己最大的祝福。那因此我们就开发了这个草本蜡烛、对，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就是促成了我做这些事情。应该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你有这样子的相信，所以佛菩萨他就应许你，所以你就开始这一趟的历程就很奇妙，各种配方，各种这种哦，对，很多因缘就是它就是成熟了，不只是配方，甚至是贵人，是啊、我们大家说的贵人嘛，啊、很多都是成熟的，对，就是一路走来，其实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但是这个可能要每个就是那个人去相信，对，因为其实蛮玄的，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因为像我做3年多，我4年以前绝对不相信我会做这件事。是，对。而且其实你的那个心意应该是说，来找你的人，你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呀。对，我喜欢做量身定做，因为每个人他的状态不一样。是。他这个月的状态跟下个月的状态又不一样。那很多人现在，尤其是文明病，都是最多的，都是因为睡不好，是压力大。对，然后光这一点出来的原因就很多了，所以每个人的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是，对，我看到你的这个草本蜡烛啊，就是上面是可以看到东西的，可以稍微让我知道一下这个上面看到我是看到了什么。哦，可以啊，像这一个的话，它是琥珀左手香。OK。左手香其实是印度一个很常用的东西， uh-huh. 然后在台湾也很多那个人做左手香蜡烛嘛，左手香肥皂嘛， uh-huh. 但是左手香它的净化效果很好，是，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有睡眠障碍，睡不好，甚至说我希望我能够有很好的净化， uh-huh. 我没有睡眠障碍，但是我希望我睁开眼睛是顺利的一天，是，甚至所以我加了琥珀，其实琥珀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uh-huh. 然后我还用印度的。那它是很纯很天然的，然后我还加了一些雪松啊，那一些很棒的一些西藏的配方，是，然后所以变成说它点燃之后，它会觉得很舒服，对，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让你现场带给我们看你怎么点，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在点的话就是很多
就是有些人做宗教的他们在点的方式。Okay. 首先我要介绍器具，因为我会觉得说台湾人点蜡烛就是有一些蛮危险的，但一般来讲大家点蜡烛很喜欢裸蜡，点了就放这，是我觉得这很危险、uh-huh. 这个会让家里会有一些失火的疑虑、嗯、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讲说准备个菜盘，是，然后呢这个是水杯、uh-huh. 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拿到的小东西，是，那这个叫做在小北百货买的酱菜瓶、uh-huh. 也才没多少 OK， 这就是，然后这个是大创买的，就是比较高的，你看、嗯、就算是地震或者是要出去、嗯、甚至说有的时候忘记了睡着了，是，他倒了嗯，也不用怕、uh-huh. 对、嗯、然后呢像我们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走能量的、嗯、这个是我们的配方叫做薰衣草蒲公英，是他最喜欢的女儿叔叔，对，叔叔要跟大家 hello 一下，嗨嗯，好哦，现在要点你最喜欢的薰衣草了，平常你都是怎么点、okay. 来哟，他会吹一口气、嗯、是因为说我们的气场要跟配方做连接，对平一下是，对，然后呢、嗯、点了之后我会开始做供养，然后像我的一些来跟我买蜡烛的人，我会发给他们供养文跟回向文 okay, 是，他就是念完我会说请您把蜡烛放在手上，是，开始念蜡烛、嗯、对不起，念供养文、嗯、念完之后像我吹气嘛，嗯，我的话我会不好意思，有那个冷气风、嗯，就这样点，嗡啊轰，嗡啊轰，嗡啊轰，然后就开始供养啊，反正然后到时候回向，因为那是有一张小的纸嘛，是，他就念完之后就开始了，嗯，那甚至说，哎、欸，我今天放的是另外一个的容器，嗯、其实昌饼的打火机真的很好用，是，就是不会烫手，嗯哼，那是因为我已经点到很顺了，我是拿在手上这样点的 ，OK， 我再放进去，嗯哼。它其实很漂亮，很好用，是，对、嗯、然后点完之后供养了，然后回向了、嗯、就是放在这里它就开始作用了、啊、我马上就闻到那个哦，那你很厉害，你的体质一定很敏感真的你而且我们不是香氛蜡烛欸，嗯，对，你会想睡觉吗？其实我刚刚闻到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舒缓的力量，哇，那你很敏感欸，对，我等一下一定要拿走。对，等一嗯，我可以说一下，叔叔，你说你最喜欢的除了刚刚我们闻到的这个薰衣草啊，薰衣草的那个作用是是什么样的作用啊？一般来讲，他们芳疗，嗯哼，薰衣草最喜欢用，因为薰衣草任何族群都可以用，他们可以舒压，他们可以镇定、嗯，他们是其实是非常百百用的用途的一个花草。它等于说是一个哦，我的机体其实是白鼠尾草哦，你的机体是白鼠尾草、哦，是因为就是很多身心灵喜欢身心灵的人，然后甚至喜欢萨满文化的人、okay. 喜欢的白鼠尾草，尤其我是从北美那边进来的， uh-huh. 北美的萨满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是，那我直接是跟萨满他们拿的，嗯哼，萨满他们自己种的，嗯，所以等于是哎，等于是我。的东西其实是很多很好的东西促成在就是变成在这里，我比如说鼠尾草再加薰衣草，而且我的薰衣草因为是我们是西藏配方，它有加一个全台湾只有我会加的东西，红景天、嗯、等于是用了之后红景天很贵，是它用了可以养气、uh-huh、对，嗯，我对你平常就是在这样子使用的哦，这叫清脉轮 ，OK， 对，比如说我们点了之后， okay. 有一些人他们很阿杂，嗯，或者是觉得说我今天很不顺，还是干嘛的话，或像我平常没事我追剧，我就会把我的手放在上面， uh-huh. 然后让它配方就近距离到里面我们里面的气脉，嗯，对，然后就会觉得很舒服，是这个非常的神奇，嗯，今天我要是点的是普通的蜡烛，嗯、uh-huh.你的手放在上面，你会觉得好烫。OK， 但是我们的不会，嗯，就可以这么近。那个，嗯，叔叔，你跟我讲，你除了喜欢那个，就是刚刚说的薰衣草嘛，你还喜欢另外一个叫做圣什么？圣经桃花。圣经桃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配方啊？来吧，嗯，给你介绍吧。好哦，它这边有两颗宝石，是。我喜欢，妈妈很喜欢加宝石。
好的。那它会用了会怎么样？它用了可能会让你变得很棒吧。怎么样棒？就是同学老师都喜欢你就对了。上学前你都会叫我点，对不对？对。为什么要我点？因为我喜欢。你除了你喜欢，为什么你要我点？你的要求是什么？可以让我增加桃花。那么小桃什么花？西藏的那个转译叫做开外缘。对对对，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很顺。是。对，就比如说用了这个之后，蛮多人，比如说一个情形是，比如说开车的，他的人生。一般来讲都是拿到很多，他开车的时候是属于我不常找到好车位的人哦，但是他用了之后，用了大概一阵子，他会发现到说，欸，怎么我找到车位的情形多了？是，甚至我的同事还是谁谁谁给我礼品，甚至请我喝饮料，这种情形多了，是，就是我们做的小确幸，真的，人际关系变顺呀，能够理解。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素植物萃取能量蜡烛啊，你的一个短中长期啊，有所谓的规划吗？啊，有。像目前来讲的话，月底我又要再去印度拿我的原料，是对，然后我也要去进修，因为印度的这一次的话，就是规划要去进修我的阿育吠陀，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阿育吠陀的底，就是一些。观念来的，那我就是要去印度做就是阿育吠陀的课， okay, 然后拿原料。那中期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再去更多人，然后来去大家一起就是点蜡烛，就是让自己更好，让朋友也更好。然后长期的是说，因为我是宗教信仰，对，我是希望我推广我的蜡烛，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接触真心佛法，是那认识伽玛嘎举派，知道我们的宗教其实是很慷慨 okay, 很善良，那我们先从点蜡烛开始了解 ，OK， 对，那就变成了说，哎，我甚至可能一些东西，我只会去跟我们的寺庙给他们，那只有寺庙有，你去跟寺庙买。哦，对，然后他们就会好好的去跟法师好好的就是结下一些法缘，是对，这个是最长远的计划。我这样真的觉得很棒。那你跟你们家的这个叔叔结的这个善因缘啊，也是非常的。你作为一个母亲，你用蜡烛来引导他的一个心情，对不对？这很不容易。谢谢。当初他是你自己在流泪的时候，他的反应，对，因为情绪比较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比如说过动症、妥瑞症、雅思的小朋友，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跟你感同身受，是了解你当下的情绪点，对，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对，所以是一个非常累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很高昂的，但是。记性又是非常的差，是，他就坐不住，那功课就会落后非常很多， yeah, 所以我觉得一些东西能够辅助他们，又是天然的，是很好的，像我的东西，我也是有发展出来给忧郁症、躁郁症，对，阿兹海默症、是更年期， uh-huh, 对，就是这样子的族群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对。真的自己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全部都会回馈到我们可以跟更多不一样的族群，跟他们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然后能够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这个都是福报，我觉得。对，可是就是假设他们不知道，因为一般人可能不了解福报，但是我就是希望说他能够跟，因为他一定要念供养文。对，他能够因为这样，他自己去跟菩萨结下缘分，是自然菩萨就会去牵着他，就会去解决他的障碍。但我只是助缘。我问你哦，妈妈她在做这些蜡烛的时候，你会想要当她的小帮手吗？对。对啊，妈妈她刚刚跟我讲说，通常你只是用，其实妈妈她这个配方都还蛮特别的，希望有一天你会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现在就在妈妈的身边，跟妈妈一起，然后帮助，就像刚刚你做这个点灯的动作，我觉得好美哦。
对呀、啊嗯，真的啊！看到你这样子在手心这样子，对，好喜欢你做那个动作，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清脉轮是这样清的。是，嗯，那我们今天、哦、我们还有洗澡盐啊，那我们来要不要讲一下洗澡盐？对，这个、就是、其实它是镁，嗯，对，然后它是德国的镁 ，OK， 然后它是我用西藏的秘方，然后再加上精油，嗯，一起调制而成的，它洗了可以净化，还有瘦身。Okay. 还有女人最喜欢的回春哦，好哦，嗯，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嗯、我们可以邀请到素植物萃取能量蜡烛的这个老师赵明老师，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可爱的女儿，说你可爱可以啦吼，你叫什么名字？叔叔，嗯，妈妈是赵明，然后女儿是叔叔，还有我们的狗狗，我们也顺便介绍他，因为他也得到这个蜡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让它也是舒缓情绪，狗狗也有情绪，开玩笑，对不对？对对，嗯、这也我们的东西，狗狗、猫猫，我们家还有老鼠跟鱼，全都可以用。是是，狗狗叫什么名字？豆豆龙。豆豆龙 ，Hello， 豆豆龙，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嗯、那我们啊、就是再次的感谢素植物萃取能量蜡烛，然后呢，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明，然后带到我们的这个有缘的人身上。谢谢谢谢，哎、欸，我那个我女儿念了一句，我看看她可不可以。好，你要怎么样？嗯 ，FB 什么？还有念一句。大家好，如果要买我们的东西， uh-huh、请搜寻 FB 是 SU 植物萃取能量蜡烛。OK， 好哦，谢谢。嗯。